家好，我叫李纯金，为马来西亚华裔，1992年出生于英国。由于父母要我们三姐妹接受华文教育，不忘根本，于是我7岁随家人搬回马来西亚居住。回到马来，我小学读的华校，中学考上了三女并重的沙巴崇祯中学，19岁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中医本科专业，然后考上了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，并于2019年毕业。回国后创业开中医诊所，至今已2年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我都是民乐团的团员，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校内外演出。我从9岁开始弹奏旅行，从6岁开始学习钢琴，并已完成了钢琴的8级考试。学习这些乐器都是我的兴趣，他们不但没有耽误我的学业，而且还陶冶性情。父母20余年前做出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让我有机会逐步接触中华文化，并最终踏上中国的土地，感受这深厚的文化气息和风土人情。我的名字叫李燕，1995年出生于英国伦敦，2013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。我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，除了日常课程的学习之外，我在课余时间还参加了学校民乐团，并随团参与了许多演出活动及比赛。此外，我还参加过了其他的活动，如留学生武术比赛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。要知道，我在留学北京之前完全没有学习过武术，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。另一个难忘的回忆就是参加了全国《黄帝内经》知识大赛，见识到了其他院校参赛队伍的风采，非常怀念与队友们一起准备比赛的那一段快乐时光。很期待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创造美好的经历及回忆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纯华，22岁，就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，现在在马来西亚上网课，本科大五的。我从小学习钢琴、柳琴、水墨画，平时在家喜欢阅读烘焙，加上去了北京之后发现了对新媒体运营的兴趣。我父母的教育方式一直以来注重中国传统美德，同时融合外国的开放思维，所以我的童年是很多姿多彩、快乐、自由的。我跟姐姐们上一样的小学和大学，在学校比较活跃。我经常参加绘画、写作、演讲等比赛，同时还有民乐及钢琴合作及独奏表演，并多次在班上及社团担任干部。上大学之后，我依旧参与各种活动，如学校园游会、策划国际文化节、迎新交流会等等，还有有机会参与专业相关的活动，比如说中医基础理论绘画大赛、本草博物碑讲解大赛，这些加上平时上课以及从中接触到我喜欢的传统文化内容，让我在北京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快乐。我很期待疫情结束之后可以回到校园和老师及同学们相见。